力就行了。健身有没有效果，跟太多的时间什么的没什么多大问题。管好自己嘴，迈步迈起来，练就练起来就行了。准备。没有什么困不困、累不累的，你练起来，你整个人都是精神的。不能突破大分量，比方说老王下午困的时候，他只能举个2.5斤。你晚上练的时候，对呀，250公斤。斗鱼主播屏蔽。打个 YY 频道的广告，对你有意见你去举报我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刷屏了，刷屏等一下你又要被封，被封了又要去说进去我鱼吧发帖骂房管，说什么哎呀真是狗，说几句话就被封。真的我求你别刷了，一把枪没得，实在不行你举报我，看超管理不理你。好烦，有些逼就是刷屏被禁言了还要去鱼吧发帖，哎呀我怎么这都被禁啊，网管真是傻逼。嗯真的，哎，什么人都有，这是一种特色。是对吧，有人骂机场要，我是觉得这是种特色习惯，对吧？哎，好了，外墙，我可以打架了。那老子在斗鱼直播，挂个歪歪的频道就是打广告。你有本事让所有斗鱼主播别用歪歪。谢谢灿之影的又2888个飞碟。大哥牛逼啊，有本事让所有主播别打广告，他妈李阳老子挂个 YY 频道，说的好像挂个 YY 频道就是给人打广告能有人进去一样。我这 YY 频道我日你哥挂了多久来着，挂了有一年多了，大概有一年多了吧，每天频道活人就只有个20个，有个屁用。20个每天还见，哎，飞哥，干嘛？那个 M24三级房，你带着呗，你带着，三级房我有。4号在我旁边是几个意思？是我，是没啥意思。我不打单机了，我打联机去了。他就想看看，看就看看看什么呢？也不知道，还想哎，也不知道，就想看看也不好说。反正就想再看看，就看看，来六杯进了。反正就想再看看。给拉 K 啊，拉 K 把你头都打爆。捡他垃圾总可以吧？跟你屁股后面。你这是跟我屁股后面吗？那这不是吗？这不来了吗？你也太能捡了兄弟，我这一毛不拔呀，这你给留个吧。啊死了，AK 总不要吧，被人搜了。洗白啥？我有啥好洗白的？有什么需要洗的吗？没有啊。咋的？抢队友装备，压榨队友，喷队友，搞队友，这不正常吗？跟没玩过游戏一样。他不菜，我能喷他吗？我他不菜，我能抢到装备吗？越来越过分了，这他不菜，他不菜，我能搞他吗？给点台阶下行不行？你啥时候见过我？你们啥时候见？你们啥？给老子闭嘴！还打断我说话是吧？你说，你叫我什么时候喷过海报？你是看我什么时候搞过海报？菜就得被喷。
留点面子哈，哥，留点面子，这里有个三级甲，来喽！你菜成这样了，要啥面子啊，马哥？听到没有？看看别人老表多有觉悟，看看你。那叫那哇！谢谢灿吉引的520个棒棒。不是，你四倍金还要不要了，马哥？我最不要啊！我最近老猛。要拉的。我最近老猛。不是，你这个猛是什么？对不对？菜刀为什么不喷？海豹坑我，我也喷他的。谁坑我喷谁的，这是不对人，好吧？不对，我们做游戏主播。你看第二，我打的坑，你们不也喷我吗？这不正常吗？那你们观众是不是也是要洗白呢？哎呀，你的观众心理承受能力也太那啥了，这不叫喷，他喷我的时候，我要给我喷急眼了，我都不说话的。谢谢灿子影的两个1314个星星，谢谢。这叫玻璃心啊，我觉得。对不对？谁菜我喷谁，是你哥。你喷就完了，你还有是人家哥吗？真的是。有没有意见？四倍镜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家啊？没有。反正我不要，你问小老虎吧。无非黑我就是说对吧？黑我不就对吧？你的，来，你来打开那个粉丝团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我的徽章没有？就叫对吧？对吧？还算好的了，幸好不是爸爸的吧，是霸王的吧？抢队友装备为什么？他不猜我能抢他？他能打出租车我会要的。你看我什么时候要不要？你看我什么时候会拿小老虎还有海豹的装备？基本很少有，都是他们自愿给的，对不对？像马跳，我说指挥他不听，我不搞他搞谁啊？是你哥。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话多，你看海豹小老虎都不怎么说话，都不会被喷，喷了也没用，不理你。呸！你喷我还跟你接，这两个不理解我。八倍镜要不要？八倍镜？那你看都是别人给我的，我从来就没有要过的技术担当的东西。不是板。屁股有了哦，谁还要屁股呀？想要握板。没得。所以有时候黑的点，根本对于我来说就不需要洗白，以次论次。这就黑了吗？堵桥！那我就暂时顶替一下令北的这个任务吧，我帮令北喷你吧。他什么时候喷赢过我？没喷赢，但是爽啊！但没赢过，但是爽过呀、啊。不是，现在马小跳他就在乎，就想要那个过程，你知道吗？三层楼，你们两个去那里站着，不要让人偷我们屁股。赢不赢的不重要，他现在就是想感受那个过程。三层楼啊，标点啊，不要让人偷我，谢谢。不要堵桥，谢谢。你可以把黄链取消了。三楼是我。请那个说什么队友大约等于背包，你把你的标点符号用好，是队友等于背包，不是大约等于背包。这天上有道光的100个飞碟。哎，你说那个发那个弹幕的人他气不气啊？我是他，我气死了。有啥气的？这有啥气的呀？我的弹幕天天骂我，被我怼的，我这个不敢说话，我可凶了。这不都被你怼跑了吗？没有，我这次他骂我一句，说闭嘴，你骂两句就够了啊！再骂三句我生气了，我坐地上打滚了。你就这么怼人呐？啊，我凶不凶？你怕是没看我怼我房间的黑粉喽？我老凶了！哎，有人了！干他呀！上层楼底下！你摩托车开那，人家早就知道你来了。我去帮他们要不？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操！妈的，吓死老子了！看到了，在正门。看见没有？打两枪！看到了，在厕所这边。围墙厕所那二层的那位置，
在我前面，这边小平房底下。这么憨吗？这个人？他好憨啊！他不敢上楼，你知道？我还想上楼去搞搞我。可以。不用来了，只能很穷。 啦啦啦啦！啦啦啦个臭草！哎呀，伸伸懒腰，活动一下我的三头肌。为啥我三头肌怎么就死活练不起来呢？等会儿。方法不对，位置不对。不是，有是有，但是就是感觉不明显。不明显，因为要长期练，然后还要力竭，然后还要。 就是练到第二天酸疼，你练到了吗？练了呀！我在健身房每次练的时候，我都喊“我操，我操，我操”。那你这种，教练给我卧推80斤，他说你想死啊？<笑>不是80斤，80斤是你重吗？<笑>卧推80斤，大哥，你推多少个？我？什么？我没推啊，我没推80斤啊。<笑>不是，我说你平常推多少个一组？12个吧，反正不知道，反正是别人帮我数的，这个东西都不用我自己数。 不是15个一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都说了不用我数的呀。100斤我推3组。我都戴着耳机，他就给我打手势 ，OK， 好，我就放下来，数都不用我数的，他就给我打手势。这个80斤，80斤，80斤很难吗？你力竭的时候，你80斤难不难？谢谢，你力竭时候举个5公斤。谢谢灿子影的2888个飞碟，卧推80斤，我不行啊，我真不行。 我不行，你们谁行你们谁让，我不行。我卧推好像就只能40斤，我是个弟弟。<笑>你这那么诚实的吗？来，没有卧推40斤很难的。40斤怎么了？就很多人连天10公斤都举不起来了。你们别觉得什么，你们平时掉个东西几十斤，你卧推你自己去试过就知道了。你做到第3、第4组的时候，基本就是种折磨。 你可能哎呀几十斤的抬不起来，卧推跟抬东西不一样。你别说几十斤，什么力竭，什么要死要活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做到2组的时候，对吧？你是玩肌肉，你知道吧？你做到3、4组后面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在旁边给你辅助的话，你在玩自己命。你同事卧推120牛逼啊，大神！哼，我不行。<笑> 我也不多说啥，虽然我这种健身这么多年了，我就只能举起来就能举个480多斤。去你妈的吧！我操，你知不知道480多斤什么概念啊？你还好吧？我从小我家里就是健身环境，赵志颖的1000个飞碟，我上学卡车，你知道吧？你要玩飞碟吗，兄弟？你要玩飞碟，我可以给你开个抽奖。整段时间家里穷，没有健身环境。 对吧？我就到马路上去举人家卡车，举人家卡，对吧？就练练不惯，知道吗？举船来了，谁哥来船了？桥头有人呢、啊，你乱跑个什么？你把老子给暴露了，别人不来了。我在打这个船，你看这个船很经典了。哎，烦死了！我不知道。 看一下这个3，看一下，我定一下这个，这边应该是不太有人，85方向。看一下3-2这边，我定85这边，稍微少，不一定出。不是你刚，直死。
咋了？按你哥，按你打倒了有什么用啊？不是上山顶比在山村我给揍。啊？我觉得去325这个山顶比山村我都好。35山顶的话有个娃娃，那这边有个娃娃。没关系啊，你要抽的话，我就给你那个开个抽奖。你那个太空探险一会就满了，一会就有宇宙飞船的暴力了。啊、不是你哥哪打的我，远点打的我的吧。我们这边没人啊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没有，我这不是 W 方向打的。加油站海边左边两个人，你们看一下桥底有没有人来、啊、三个人四个人，我说让你们看一下桥底有没有人来。没有，全下船了吗？全下海了没有吧？救了他们，救别人，他们准备上桥了。哎呀，跑没上，就在左边去加油站了。三个人了，你们那三个人呢？我怎么了？别被驱逐！我就说上面不能去。我爬上来，我爬上来，我爬上来，我爬上去，爬爬上面扶着。我操！让你们看点，不就是？还是我三级头的？别停了！二级头，二楼有。让你帮看点，这么难呢、啊，兄弟！来，老鬼过去帮他们。一个人在这没跑不过去、啊、没冲下去，没有冲下去，没有下去，我这里跑不掉，我没要了。他去了去了，有一个往墙头走了，没走了没事。任你哥，任你哥，三级头呢？三级头呢？三级头，三级头，装逼。有一个跑到你们桥头了，他离开城，你别过去了，桥头该桥头有人，小老虎。小老虎，桥头有人。光明顶那边有人。桥头，桥头，你们能打他？你们可以打桥头啊！我在装逼，装逼。三条枪先架我们，两条。是不是装逼？我们这边起码有人。这有绷带吗？这灿子赢了6000个飞碟，我操，太牛逼了，兄弟！你们去爱鲁打呀！三个绷带，不要在楼顶。我错了。拿掉了两个，后面还有车，后面。我操！谢谢，趁机赢6000个飞碟。上面被攻了，他们被打了，他们被攻了。我看到人了，我们就摸他屁股。你打桥头了，咱们坐车上岸了，飞哥，飞哥，105上了。我日你哥！哎呦，烦了！完了，拜！哎，这里三枪，现在加我们，打过啊！我的包里有急救包，哎、好拉闸，靠你俩了啊！加油哦！借赵子颖6000个飞碟，给你拍个。能救吗，小老虎那里？哇，被宇宙飞船暴虐！我靠，一个人就开了5倍。宇宙飞船暴力，兄弟！哎，我好像也有探险券，玩一玩。他妈贼尴尬呀！我能不能在自己的直播间暴雨中？我也开始抽、哦、我有600个探险券，6次不许探险。安静渲染的166个飞，还抽奖，还有谁？这个棚子上挡着看不到。给我1000。
爷抽一千了啊！我去那个房去了。这战斗暴龙机500个飞碟，这高级玩家，高级玩家。哪个？我对面对那个房。我靠，能不能帮我月光宝盒？你那里被被山林打哦。打不到，我进房子打。这颤之影的又4000个飞碟，啊，一个飞碟一个飞碟，抽1000块钱。而且现在是宇宙飞船5倍暴率，还有机会月光宝盒，月光宝盒里面还有5架宇宙飞船，爆了！高级探险，高级探险，我现在正在探猛探，有没有人给我发个喇叭？飞碟抽1000，谢谢。哎呦，98个。我刚想跟你，我刚想跟你说，你就一个人，你跟人对什么枪啊？日你哥！啊，怎么就我一个人了？你脑子有问题哦！打半天不知道队友死了。再生真牛呢，我这不是。你是个憨憨吧？我叫 focus。谢谢 KIRI。